么呢？我就开心，话到此处不由得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呀！此情此景，我要吟诗一首。嗯呐，啊，党的扶贫政策好，现在农村都富了。美丽鞍山欢迎您，到这儿我请你们吃烧烤。谁？你请不起？谁说我请不起？啊？我跟你们说啊，别笑话我啊！我宋晓峰现在我支棱起来了，我现在我跟你说啊，我们村最大的南果梨种植基地那是我的，现在有钱了。要说我们家最有钱的不是我，谁呢？是我媳妇儿金玉婷，人家办了一个养羊畜牧基地，那钱赚的噼里啪啦的。你说有这样的媳妇儿好不好？但是我媳妇儿虽然说好，但是有一样不好，她老不让我喝酒。因为啥呢？因为半年前吧，我喝酒吧误过事儿。这次啊，她出差三天了，这三天吧，我啥都没干。喝了三天大酒啊，太 happy 了我。这就是媳妇儿不在我称王。昨天吃了一只羊，小酒喝的很疯狂，媳妇儿回来就投降。别动，来，你小舅子闹啥呀？啊，几位小舅子他俩能闹着吗？不跟你闹跟谁闹啊？吓我一跳。姐夫还真别说，这扶贫干部张大姐给送的大黑羊啊真香啊，这大腰子。快、哎、不是那个羊让咱们给吃了，就瞒天过海的事你办了吗？咱们就是把那黑羊吃了吗？你怕我姐回来发现？我有办法，我弄了一只大白羊，用墨汁染黑了，那家演的像宋小宝似的，黢黑黢黑的。我姐回来她也发现不了。你说我高不？我昨天喝的有点高，来再喝点透透。玩呢玩呢玩呢。酒在哪儿呢？酒呢？这啥呀？这不是奶吗？就你这智商还想跟我姐斗呢？啊，这是羊奶瓶子里边兑的小烧。哎呀，偷梁换柱啊这是。啊，来呀，喝吧，来吧。你等会儿，你确定我姐是明天回来吗？我跟你说啊，扶贫干部张大姐帮我家找到了羊的销路啊。你姐在省城学习呢，明天回来。我跟你说啊，我姐要是知道我把那羊给烤了，回来肯定把我从养殖场开出去。别说了，你姐要是再发现我喝酒，就得从家里边把我开了。今天晚上就是咱们最后的狂欢，就 happy， 开整啊！等会儿，你这里边没放点枸杞啥的呀？放那玩意儿干啥呀？你看，人到中年不得已，白酒里面泡枸杞，枸杞难挡岁月刀，大羊腰子配有烧啊！哎呀，我们是什么？姐夫小舅子，这酒怎么喝？干！干啥呢？干啥呢？干豆腐。卷大葱。过来过来、啊、你俩给我站这儿。媳妇儿你之前站这儿，别废话，拿瓶那个手举过头顶，高高，有样吧？一动不许动啊！一动不许动。姐，这老这举着像打地流似的，好吗？这玩意儿啊！别废话，来，让我看看，你们这瓶里头是啥？这来，羊奶。羊奶。啊！撒谎惩罚可翻倍啊！不是翻倍啊，树林啊，你太损了你呀、啊！媳妇儿，我跟你说，他把这玩意拿来了，勾引我，我连看都没看，一口没喝。姐夫，我才发现，在坑小舅这方面，你这气质拿捏的死死的，这是。别废话，拿来。
你的，拿来。看看是干啥呢，在家。哎呀！哎呀！不是酒啊！啊啊！不是酒吗？这不，也真不是酒啊！真不是酒。你想干啥呢？啊，没事儿，我这给你擦擦鞋嘛。你跪地下干啥呢？啊，我两只都擦完了。啊，我擦的地。你给我回来！你看你，宋晓峰。哎，我问你，你真戒酒了吗？啊。你真戒酒了？啊？我戒的不对呀、啊。对吗，姐？我跟你说，我姐夫在戒酒这方面那气质绝对拿捏得死死的，我都服他，说戒就戒了，现在再提酒这都打嗝、你看看那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媳妇儿不让我喝酒，美满生活天天有，上前就把媳妇儿搂，流着眼泪劲痛快走，媳妇儿我想死你了，你勒死我了。行了，你俩给他勒吧，我走了啊。树林，你这样，那什么，我昨天晚上啊工作了一晚上没睡觉，我特别困，你在这再替我陪会儿你姐夫，再聊会儿啊，我回屋休息一会儿，谁也别影响我。媳妇儿，你放心，就你那呼噜，只能影响到别人。睡会儿觉，哎呀，走了。哎。太快了，这呼噜这家如雷贯耳的，不是，这怎么不是酒啊？我知道了，这个酒我是让小虎灌的，这小子肯定偷摸把酒喝了，给咱俩换的羊奶，太损了他。谁偷摸的？我发现你俩现在出人有问题。平常喝酒都咱哥仨一起喝，今天你俩吃独食儿，是不？另外树林你啊，你是不是这两天喝酒喝蒙圈了？你到现在没缓过来呢？你告诉我，把酒倒奶瓶里，你把奶拿走了，酒落这儿了，你拿我当吃独食儿的人呢？哎呀，哎呀，你说我这脑袋啊，喝完这玩意儿，你俩说话能不能小点声啊？啊，你小点声。嫂子也没在家，你怕谁听？你听听，嗷嗷的，回来了，刚回来，没有事儿啊，吓我一跳。我跟你说啊，就我姐那叫，打雷都打不醒。嗨嗨嗨，你不信我给你试一下啊，姐啊，我们要喝酒了。你看根本听不着，干啥去了？干啥呀？走走走走，快快快快，那还喝还是不喝？别得喝呀！咱们临时开个会议啊！你就说啊，你嫂子走三天，咱哥仨呀连喝了三天大酒，还把羊给造了。一会儿你嫂子醒来之后啊，她得问你们，咱仨口径得一样，把这谎得给她圆上，听见没有？那不骗人呢？这不是骗人，这叫自保，听见没有？你嫂子知道我把羊吃了，喝酒我就废了。啊，怎么样？一会儿。你嫂子要问你，你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吧？如果问你，周一，小虎，你们干啥了？周一咱仨喝大了吗？你非要跟那大黑羊拜把子？那大黑羊一看你这成何体统啊，帮给你顶个跟头。你一生气，告诉你把他烤了。不是你怎么胡说八道了？你说的对吗？那不对吗？不对，你听人家咋说的？周一咱们干啥了？研究母羊的产后护理，听着没有？听着没有？简单明了，研究母羊的产后护理。你看看，那我明白，啊，明白了，明白了。好，周二咱干啥了？周二你最有正事儿，你去的羊圈。对了，先说说说说。你还要跟那大白羊拜把子？那大白羊一看你喝大了，给你面子，没顶你。就这么笨，你怎么的？人家手把手教就学不会吗？啊，那咋整？对，周二干啥了？
继续研究母羊的产后护理。你看看，这么简单明了，就这么事儿，你就学不会笨到家了你呀、啊！我现在懂了，你要这么说，是你没说明白。站起风哥来，你问，问问问。周三番干啥了？继续研究母羊产后护理。你拉倒吧你！一个母羊产后护理三天呢？啊？那才几天？他研究两天都没事，我研究一天就出事了，你就差那一天干啥呀你呀、啊你真是我活爹呀、啊、爹你坐着了爹爹爹气人呢了你们、哎、你这智商啊是不能愈合了你呀、啊哎、听我的行吗消消消消啊听我的周一和周二就按照那个树林说的好不好研究母羊的产后护理了周三听我的跟我学行吗周三啊行注意跟我学啊周三我们放羊了周三我们放羊了遇见一只母狼了遇见一只母狼了我把母狼打跑了我把母狼打跑了姐夫你算没好了不是你怎么就瞎改词儿呢是你正规词应该是我们的羊群得救了我姐在你身后了哎呀哎呦我的妈呀母狼母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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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媳妇儿 你睡醒了是我把自己震醒了姐夫圈套对对呀圈套小伙儿你继续说第三天干啥了第三小伙儿在我们养殖场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从来都不撒谎接着说第三天干什么了第你这明显的就是紧张了是吧来树林来坐下咱们倒点酒喝点酒放松放松边喝边唠好不好来你等会儿啊行你临走的时候不说的不让我姐夫跟我们喝酒对呀、啊、我说了吗他还是说你说的宋晓峰哎，走以前我不是特意交代你了吗？你可以喝酒，说了吗？还可以吃羊，没说吗？你是不是忘了？你再想想，我没说吗？啊，啊忘了，忘了，这事咋能忘呢？这个。这不扯起来了，我的妈！这两天把我折磨的，还搁这装呢，又灌羊奶，我的妈呀！拿错了，刚才酒在这袋里呢。哎呦我的妈！他净忘正事儿，这扯不扯？整这半天，这腰子都硬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扯呢？来，哎呀我天哪！这扯呀、哎！你看，你给我留一。你干啥呢？我擦地呢，我。你过来，坐这儿喝点。不玩呗？来！你这什么记性啊？喝给我整紧张了喝我吓坏了咱俩先干一个你俩先干一个行来干你不喝呀哎呀恶心、啊、小伙来这回啊我单敬你一杯来单敬我呀对我赞助来、你喝一小口就行哈别喝多、啊哎嘴急举杯必须干小伙你看啊其实喝多酒吧闹点笑话这属于很正常咱们大家都知道是不是那你说吧第三天干啥了那你第三天干啥那我还得自罚一杯是吧我赞助来嫂子我告诉你啊就第三天是最开心的一天啊、哦、啊！第三天我跟你说啊咱们哥仨全都喝大了、哦、咱去汤岗子泡的温泉对不对峰哥啊峰哥也没跟咱打招呼啊看那个有个大池子的一个猛就钻进去了那里边50多度啊那给烫的像小胡萝卜似的后来他就喊服务员来一瓶冰镇矿泉水我以为他要喝呢这家拧开咕嘟嘟嘟嘟嘟他跟对里的一瓶不行再来一瓶又来一瓶啪又给对里了一共对了67箱半呢愣把温泉
兑成冰拳了，你说气人不？哎，这还不算啥啊、哦？那经理真给峰哥面子，找了8个保安，给峰哥从池里给捞出来了，要不然那就冻成冰雕了。树林，你咋不笑呢？有意思吗？没意思吗？后面找笑啊！哎，我跟你说，姐啊、哦，以后再去汤岗子一带打听宋晓峰，没人知道。你提宋三炮，全认识。三天泡一回呢？一天泡三回，他那小脸泡的多嫩啊！我跟你说啊、哦，我们回来之后，我才发现我姐夫啊、哦，穿4套衣服回来的，没有一套是他的。他把别人衣服全穿回来了，我估计那4个人现在还在温泉里泡着呢，我说那都得泡窟窿了。就有一个事儿我没整明白，哎，姐夫，就那小孩游泳裤衩就这么大，你是咋给穿回来的呢？啊？不是，我不是穿回来的，我当口罩给带回来的。我哎呦我的妈！那玩意儿就是那你咋带回来的啊？他们有俩桶啊，往耳朵里挂，没说前边还扛风呢。哎呀，你真……哎呦，太搞笑！妈的，别笑了，有那么好笑吗？啊，我问你们，有那么好笑吗？宋晓峰，我接着问你，我刚才回来路上路过那羊圈，我看一个羊站的浑身淌黑水，那是怎么回事？那他那个羊有可能是热的黑色素排出来了。你可别扒瞎了，那大黑羊不是让咱们给吃了吗？你怕我姐发现吗？我弄一个白羊染的墨汁吗？别笑了，你们把黑羊吃了？嗯，那个黑羊可是扶贫干部张大姐送给咱们村的种羊啊。我说那腰子咋那么肥呢？行，那既然你们几头蒜啊这么好吃好喝，那我就再给你打2斤酒，你今天使劲喝啊。 OK， 媳妇儿你别走，我给你打酒去。我不喝了，我出来不行了。别整没用事，煽什么情啊搁这呀？啊，你不都说了吗，让喝让吃，你搁这老浪作秀呢，一天天的。你虎啊你呀、啊、你姐她爱说反话，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要走听不出来吗？峰哥我听出来了。跪下去，媳妇儿你别走。你给我坐下，你给我坐下，你们仨给我坐好了，听我跟你们说两句话。嗯，不生气。你们知不知道人家扶贫干部张大姐到咱们村里多长时间了？3年。
媳妇儿，那我们能做点啥呀？做点啥？自己犯的错误自己圆，去把那只羊给我洗白了去。哎，这个我行。这个咱把羊哈拉到汤岗的温泉，往池里一扔，一下洗白干净净。走。擦地吧。你别丢人了，你别擦地了，你做首诗吧。啊。脱贫的路上把手牵，扶贫干部不一般，千年的伟业要实现，美满生活在今天。